我也是头一次做，这一期要做啥呀？准备做一个鲁班枕，开始。鲁班枕，其中有一个环节，把那个料就呼，嘎一个壶，那个锯咱没有。这是一根锯条摆起来的，看着没？然后用这个做一个穴锯，就是嘎弯的锯锯。穴，哪个穴？穴。穴吧，到底是鞋还是穴还是穴呀？这是锯条，这是锯钮，不锈钢的。知道这什么料吗？不知道。这是红象。红象。看这锯钮，这锯钮是手工做的，其实我手工做的这个。我觉得手工做的更有风味。做这个新锯有多大？和这差不多。这么大？拐锯嘛，传统嘛。我现在拐子用的贼溜。那就是，比我都厉害。你这拍我还有点紧张呢。锯拐什么？拐子怎么说？拐卖的拐。对，拐了。你知道我去哪儿，你就让我拐了。爸爸像在练太极。够呢，就是拐子出成了，简简单单，不复杂。其实这就是拐子锯的把，对不？对。嗯，那就可以叫 handle。拐锯他妈是不牛出来？嗯。老爸，嗯，这个白钢板我愿意称之为本年度最好用的工具。他就颁奖呗。是我等年底我们颁个奖哈、啊，评个最好用工具什么的，邀请大家莅临大会。来，就跟大家投票呗。这个绝对得第一。评选。就算你们不投他，我都内定他是第一。关键时候嘎一块可以做，知道吧？还百变。多用途，哼哼哼哼响。耶。你装这个榫卯这么快，六号一下。这块就是榫卯，夸一打就进去了，这块夸一打就进去了。压火，这还有这功效呢？哎，太有劲了，纹身就这么来的呗？哎呦，这不是华夫饼干吗？太像饼干了，这也不对，是叫华夫饼干。
病。这是要做什么？做实验嘛。啊。好了，好师傅。神奇，爸爸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叫威化。对，威化，威化。是不是像威化饼干？对对，威化，威化。还记得我们这期要做什么了吗？嗯，这剧做完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没有这把剧，下个节目进行不了。我们现在猫爬架子，我们现在猫爬架子都四处爬架呗。待会儿再爬，先睡觉。早起的歹迪开工了，其实现在都10:30了，这是匕首啊。剧啊，这嘎这个的吗？你都画好线了。啊，这剧是谁织的不？廊坊杨师傅给我的。感谢杨师傅。这杨师傅做这个卤板凳那是头的，没有杨师傅给这锯，你掏不出来呀。你拿锯条掏，锯口太宽了，凳子那就啥水平了，你还得行家知道吧？杨师傅是厉害。这是要。拉呀，关键做这玩意儿就是这个拉小锯比较困难。这嘎透那就是胜利。扣一个了。哎，我是不是得放点鞭庆祝一下？又拉透一个。第二透。这也很快，要上场了。看着剧没？拿 S 了。嗯。怪吧，都无所谓。我不拿它做实验吗？没拿红木做，拿一块榆木做的。为什么？哎，这没做过。其实这是爸比第一次做鲁班枕，对不？对呀。第一次做上来就会做，你们就说这是不是都刻在基因里了？这就动了。我有种穿越回古时候的感觉。鲁班枕。这是 X， 一元一次方程。上信号了，哎呦，耍耍！爸比，嗯，我得好好夸夸你。你得好好夸夸我。对。为什么呢？第一点，敢于挑战；第二点，不怕遇到问题；遇到第三点，遇到问题全能给你解决了；第四点，还能升级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拿红木布？因为头一次做没有经验。这就是勇于挑战新事物嘛，而不是望而却步。哦，对吧？你先拿着破木头先做一下，即使失败了也无所谓。经验啊！你下一个做那就狠了。失败是成功之母啊！这玩意儿是打磨，就完事儿了。真行，你是打磨的呀？这个是不是对颈椎好啊？对，打别的手袖，鲁班枕手袖。哎呀，还会用滤镜呢。那你对不对？鲁班枕。做个乱七八糟的。怎么乱七八糟了？挺好的。就是啊，我觉得很不错。都没做过，然后就做出来了，还想怎么着啊？
我也是头一次做，没做过啊，就这么意思吧。就收拾。睡觉时间。这得配个枕巾啊。那对你这配个被单更好了。哎哎，王美姐，五万枕晒一下。专治颈椎病。没有枕巾呢。不用枕巾，枕着凉快。啊，就这么睡了。这个治颈椎啊，颈椎枕着正好。硌得上不？岁数大的愿意这样硬的。哎呦啊！就像睡进床一样，凉快。如果呀，干了两天，两天热呀，别忘了一键三连呐。感谢杨师傅，小豹子，感谢铁铁师傅，自己。哎，他俩是一块料啊，他俩是一块料。绿檀的，这是小墩墩的，关键是这个 S 锯能拉 S 型不锈钢锯钮。